约6:30的时候，接获民众报案，指称在寿丰乡慈南村有民众去巡视他们自设的简易自来水管路，那不慎跌伤，跌落溪床。那本局立即召集警义消及潜水协会共38人，那我们前往救援。那到达现场接触患者时，发现已经 O 卡。那本局在2:30的时候，顺利将民众救出。本局呼吁，在台风天的时候，民众请勿上山去做工作，避免自身发生危险。